京上野动物园的19岁熊猫夫妇确定将在9月28号回大陆，原定住建日到2026年，但因为年龄和健康状况，两国一致认定提早让他们回到故乡疗养，对身体更好。新闻最后带你一块来看，更多资讯请锁定中视 YouTube 频道，记得按赞、分享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。我是杜以轩，我们下次再会。